港铁屯马线今日全线通车，超过100名的铁路迷为了乘搭特别班，在今早上清晨4点左右已经在宋皇台站外排队等候，去到清晨5点15分开放的时候，在场的铁路迷蜂拥而入，情况相当之热闹。港铁就表示，铁路至今整体运作大致畅顺，直至晚上8点，两个新车站土瓜湾站和宋皇台站入闸的乘客超过7.2万人次。